有两个东西。好，我有两个东西，一个 heat pump， 另外一个 heat engine。OK， 然后呢，这个 heat engine 呢，这个 heat engine 呢是从刚刚搬过来的哈，从刚刚那个 heat engine 搬过来的哈。它 operate between 1000 degree K and TC equal to 300 degree K， 它送出就600 K 焦的能量。OK， 然后呢，我有个 heat pump， 它环境是270度 K， 然后呢，这个接受25 K 焦的能量。好，然后把热送到300度 K。 好，我这两个东西我现在问 Which design is better， 哪一个 design 比较好？ OK， 那你说、哦、这个 heat pump， 对不起哈，我们讲它的 performance 的，我们用一个东西叫做 COP。 好，我们用一个东西叫 COP， 所以呢它的数值呢基本上125，这边 work input 是25，所以它的 COP 是5。那这个 efficiency 我们刚刚算过了哈，它的 efficiency 是600除以1000，它是 0.6 啊，5比 0.6 大，所以 5一定好，能这么说吗？不行哈。 First law 都是表达能量之间的一个转换哈，能量之间的一个转换哈。那你要比 heat pump 跟 heat engine 的 performance 的时候，对不起哈，你不能用 first law 来比，所以回过头来你要用什么来比？ second law efficiency。 好，我们看一下 second law efficiency 计算完结果是什么。好，我的 second law efficiency 计算完结果，当然、啊、抱歉，我这边应该讲 second law efficiency、啊、我这边应该讲我先要计算这个 COP 的 maximum。 好，我先要计算 COP 的 maximum， 这个等于什么呢？等于 TH over TH 减掉 TL。那这个怎么来的？我们都是以 power cycle 为例哈，我们很少，我们这个 refrigeration 跟 heat pump 我们讲的比较少哈。那事实上这个推导非常的容易哈， QH 这边是 W 等于 QH 减掉 QC 除以啊，抱歉，我的 QH 除以我的 QH 减掉 QC。然后我把上下除以 QH， 好，一减掉 QC 除以 QH， 那这个等于什么呢 ？TC 除以 TH， 所以翻过来就是这个式子。OK， 那如果我这边算 COP 的 maximum， 那这边等于什么呢？上面是300，下面是30，所以这边是等于10，所以我的 second law efficiency 等于多少？等于 0.5， 好，等于这个 second law efficiency 呢，等于 50%， 好。等于 50%，OK，那我们这边呢，这个地方呢，我们算我们的 second law efficiency 呢，我们刚刚算过了，0.6除以0.7，所以这个 second law efficiency 呢是0.8571，所以哪一个 design 是从能量使用的观点来看 ，OK， 好，哪一个设计是比较好的，好，哪一个设计是比较好的？那很明显的哈，很明显的，这个 heat engine 是比较好的。当然，这种比较也不太公平哈，因为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机械设计哈，可是你有个概念哈，在能量的使用上来讲哈，你用 heat pump 或者用 refrigeration， 它永远是一个。从能量使用的角度上来看，它永远是一个比较消耗能量的东西，它的比较消耗能量的一个东西。好，那这是给各位另外加了一点东西，讲这个 second law efficiency， 我所有的 component 都可以计算 second law efficiency， 我们前面讲的所有的 component都可以计算 second law efficiency。 好，我热交换器，好，请问一下，热交换器能不能计算它的 first law efficiency？ 对不起，好，你怎么算都是一，因为它如果没有热散失，你高温的流体传出多少热一定被低温流体全部吸收，所以你从能量的角度上来看，好，它永远是一。可是你从它做工的能力来看，当我的物质存在的温度越高的时候，
我做工的能力越大。OK， 所以我一个热传，一个热交换器，我把能量从高温传到低温了，传到低温之后，我做工的能力就减少了。OK， 所以经由这个呢，我们可以来计算热交换器的 circular efficiency， 我们就可以比较热交换器的设计哪一种比较好。OK， 好。那我们再来看 5.2 这个例子哈 ，Evaluating refrigerator performance 哈，我们把题目给各位看一下哈 ，By steadily circulating a refrigerant at low temperature through a passage in the wall of a freezer compartment, a refrigerator maintains the freezer compartment at minus 5 degrees C when the air surrounding the refrigerator is at 22 degrees C.The rate of heat transfer from the freezer compartment to the refrigerant is 8,000 kilojoules per hour, and the power input required to operate the refrigerator is 3,200 kilojoules per hour. Determine the coefficient of performance of the refrigerator and compare the coefficient of performance of reversible refrigerator cycles operated between the reservoir at the 2,000 temperature. Okay.So, 这个题目应该是非常容易的一个题目哈，这个 COP 哈就等于什么呢？等于我传出去的热哈，因为我是 refrigerator， 所以我要的是什么？我从低温传出去的热是多少 ？OK， 好，那我提供它的 resource 是什么呢？就是我的功哈，就是我的功哈。那题目上已经给了哈，从我这边移走的是8000哈，那我输入的功是3200哈，我输入的功是3200，所以我的 coefficient 的 performance 呢是这个2.5哈。那我的 maximum 哈，那我的 maximum 等于什么呢？等于这个 TC 呢除以 TH 呢？减掉 TC 哈，我们可以把它算一下呢。那基本上是268除以这个268啊 ，sorry， 295减268等于9.9。OK， 好，大军准备开一题 ，Second law efficiency 是多少？把9.9看成是10 ，second law efficiency 这个装置它的 second law efficiency 等于多少 ？OK， 9.9把它看成10，好，所以你不用按 calculator 了。那我们现在讲哈，我们现在来看这个东西哈，我们现在来看这东西，我的 COP 的 maximum 等于 TC 减掉 TH 减掉 TC， 意思讲说。我一个 refrigeration system， 我一个 air conditioner， 或者我一个 air pump， OK， 它的 performance 跟它的环境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一个 air conditioner， 我一个冰箱， OK， 一个冰箱，它在冬天的时候有一个 COP， 它在夏天的时候也会有另外一个 COP， 因为它的环境不一样。好，它的环境不一样，你从 Carnot cycle 上来看，你就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趋势哈，这样子的一个趋势。所以各位出去买东西哈，去买一个冰箱哈，或者买一个这个 air conditioner 哈，或者买一个这个 heat pump， OK， 它都会告诉你 EER 是多少。OK， 那告诉你我使用的能量多有效率，那个 EER 是事实上跟着季节会变的，啊，它的 EER 跟着季节会变的，那变化率可能不大，但是是会变的，啊，所以现在有些标准就已经变了，它不是用单一数值，它用年平均值，啊，因为冬天跟夏天不一样，啊，好，那现在给各位问各位一个问题哈。啊，如果我现在是一个 heat pump， 好，我这里是我现在讲，我给各位问的一个问题是，我是一个 heat pump 哈。所谓 heat pump 是什么？我要取热，我要取暖的。好，
我现在 heat pump 呢，各位可以知道这是一个 refrigeration system， 所以它有两个热交换器，一个在室内，一个在室外，对不对？一个在室内，一个在室外。好，你要把室外的热，你要把室外的热搬到室内来。OK， 那室外那个热交换器叫什么名字？叫 evaporator 还叫 condenser？ 回去看看。好，室外的那个叫 evaporator， 因为它在吸热。OK， 室内那叫 condenser， 因为它在放热。OK，anyway，所以你室外有一个热交换器。假设你住在美国或欧洲，你有个选择，室外那个热交换器，我可以摆在空气里，摆在大气，还有呢，我可以摆在水里。你要摆在哪里才能够 节约能量？你要摆在大气还是摆在水里？冬天大气温度会降到零下，水会不会降到零下？不会。所以你把东西摆在水里，你是比较省能的，节省能量的，因为这个比较小。OK， 这个比较 TC 比较高，所以你贴这个差距会比较小。TH 几乎是固定的，你在室内比较 comfortable 的温度大概就是这个27度 C， 27度 C 可能都过热了，大概是300度 K。 那 TC 呢，就是你外界的环境，如果你把它摆在水里， TC 会比较大，因为水不会结冰。结果你说了对不起，我家附近没有水，那你还可以什么选择？埋在地底下。 OK， 埋在地底下，你说土会结冻，总比大气来的温度高一点，大气温度来的高一点。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就是我们在探讨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一些 fundamental 的 physical phenomena， 就可以给你一些 indication， 你要怎么样来增加你能源使用的一个效率，能源使用的一个效率。我们再来看第三题。第三题呢，我现在是一个房子 dwelling requires 633 microjoule per day to maintain its temperature at 21 degrees C when the outside temperature is 0 degrees C. If an electrical heat pump is used to supply this energy, determine the minimum theoretical work. 它让你要 determine the minimum theoretical work.For one day of operation in kilojoule per day. OK， 好，这是主要的。后面他是说一度电多少钱，所以他这个一年理论上来说，他至少要花多少，每天要花多少钱在这个上面，每天要花多少钱在这个上面。所以我们现在讲说这个 minimum， 所以我们讲 minimum， 你需要我们这个 COP 是什么定义呢？ COP 定义的是 QH。除上这个 W， QH 除上这个 W， 所以 W 等于什么呢？等于这个 QH 除以 COP。 好，所以 minimum amount of work， 那这个是 minimum， 这个是 fixed，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maximum。 OK， 那这个就是 maximum，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我需要的功呢至少要大于它，至少要大于它，这是我 minimum amount work。 那这个 COP 呢非常的单纯，等于这个 TH 除上 TH 减掉 TC， 这个是我的 COP 的 maximum。 这是我的 COP 的 maximum， 那这个数值呢，各位把它带进去算一下也就知道了。所以回过头来我就知道说我最少需要多少功。那其实这一章的计算 OK 都很单纯，可不可以找到很复杂的计算？有 OK，我们那一部分我们 就不提了，好不好？习题时看能不能找一两题你试试看，好不好？那我们课堂上这一章观念比较多，计算东西在后面，计算的东西在后面。那
我们刚刚已经介绍了这个这些 cycle 的这些东西哈，这 cycle 的这些东西哈。那好，那我们已经讲出来了，我们 efficiency 最高的最好的是 reversible cycle。那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哈，我们算出来说我 reversible cycle 的这个 efficiency 呢，可以用这个式子来算哈，可以用这个式子来算。这是 Connell 提出来的一个论述哈， Connell 提出来一个论述哈。那再下来一个问题，那你可不可以设计一个 reversible cycle 给我看看它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哈。这个虽然都是理想的 cycle 哈，但是至少哈，它有一个轮廓，至少你要告诉我它长得是什么样子。那我把我那 process 设计出来之后呢，你先给我一个理想的状态是什么，那我在设计我 actual process 的时候呢，我就尽可能的趋近于我理想的状态。所以你首先要提出一个概念， OK， 你怎么做到的，那你想象中你怎么样做到一个reversible cycle， 然后能够达到你的 maximum efficiency 哈，能够达到你的 maximum efficiency 哈。所以这一章后面的内容哈，这一章后面的内容哈，计算的东西开始上来了哈，计算东西开始上来了哈。那这边计算的东西很像我考试考的 ，OK 哈，很像我考试考的东西哈。那我们开始慢慢讲哈。那我现在要开始设计一个 cycle， 我开始要设计一个 cycle 哈，它可以做到 reversible 哈。所以我现在就设计一个 cycle， 它有四个 process 哈，这四个 process 一系列做完之后，它就是 Connell reversible cycle 哈。然后我就可以算出来它的 efficiency 就是一减掉 TL over TH， 我可以证明它。好，我可以证明它。所以第一件事情呢，我们先把 Connell cycle 给设计出来哈。那我设计 Connell cycle 呢，有两种方式，一个是什么呢 ？Piston cylinder device，OK，就是一个 piston 往复运作，就有点像汽车内燃机一样的那个东西哈，汽车引擎那个一样的东西。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Control valve kind of approach。OK， 我的 flow 是从一个 component 流到另外一个 component， 再流到下一个 component。我有这两种方法来设计我的 Connell cycle。好，那我们先讲一个，就是说 piston cylinder device， 好，是一个 control mass 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来设计我们的来设计我们的这 Connell cycle 哈。那我现在在黑板上，在这个 PowerPoint 这上面秀的东西呢，课本上出来的哈，课本上出来的一模一样的文字哈，我只是把一些字给 highlight 出来哈。所以它有四个 process 哈，它有四个 process。如果我们把这四个 process 哈画在 PV diagram 上，它长得就是这个样子哈，它长得就是这个样子哈。那我们等一下回来再看哈，我们先把这 process 介绍一下，很重要，背下来 ，OK， 背下来，好，它的四个 process 是有顺序的，顺序不能乱，好，我们在讲一个 cycle 的时候，很重要就是它是由 process 所构成的，但是一个 process 它有不同的 path， 好，每一个 process。每一个步骤它都有自己的 path， 这个 path 这个顺序是不能乱的，顺序是不能乱的，因为顺序如果一乱的话，你接不在一起，所以我们讲这个 Connell cycle 的话， Connell cycle 的话，这个 Connell cycle 呢有一个 keyword， 它是 reversible， Connell cycle 一个 keyword 它是 reversible。如果一个 cycle 要 reversible， 它里面每一个 process 都是 reversible， 啊，一个 Connell cycle 是 reversible， 所以所有的 process 都要 reversible。如果有一个不是 reversible， 这 cycle 就不是 reversible。OK， 所以在课本上它没有强调 reversible 这个字，
但是我希望各位记的时候要把 reversible 这个字记到里面去，强调它是 reversible。所以一个 Carnot cycle 呢，它有四个 process， 它有四个 process， 基本上这四个 process 就是两个绝热两个加热， OK， 两个绝热两个加热。好，我们来看一下哈。那 process 一到二呢，它是 compress adiabatically from state 1 to state 2。OK， 好，所以呢，它第一个呢，第一个它从 state 1呢，它把我的一个工作流体哈，这工作流体无关，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讲的 Carnot cycle 哈 ，Carnot cycle 哈。它是 reversible， 它的 efficiency 都是一样的，所以跟工作流体无关。As long as the process is reversible， 它的 efficiency 都一样。OK， 好，所以我们这里讲的 gas， 我们可以好，我们就假设它是 air 好了。OK， 好，它第一个事情做的是说这个压缩，在绝热的状况之下压缩，好，绝热的状况之下压缩。那你把 reversible 这个字加进去之后是。这个可逆绝热压缩，它就是 entropy 会不变，好，我们后面会证明给各位看，好，所以第一个 process 是 compression， 好，第二个 process 是什么？ expansion， OK， expansion， 好， expansion isothermally expansion， 好，等温的膨胀，请问这时候它的能量有没有变化？内能有没有变化？不会有，因为 ideal gas 的话，它的能量只跟温度有关，对不对？所以它如果是等温膨胀的话，能量有没有变？没有变。所以这时候呢，它等温膨胀会对外做功 ，OK？ 那能量从哪来的？外界传进去的。好，所以 process two 的时候呢，有热传，好，是传到里面去。那传进去的热全部变成功，好，所以这个第二个步骤呢是 expand isothermally。那第三个步骤呢，再回头再压缩 ，OK？ 压缩完之后呢，这个抱歉，第二个步骤呢就膨胀，好，第三个步骤是膨胀。膨胀的时候又是绝热的状况之下膨胀，哈，绝热不等于等温，哈，绝热不是等温，哈，绝热的时候它温度会变的。好，因为它在膨胀，所以它消耗了它的能量，所以它的温度降低了，所以第三个步骤呢是 expand adiabatically to a lower temperature， to a lower temperature， 这是 process 3。 那 process 4就是从 state 4回到 state 1， state 4回到 state 1， 这时候呢它又是 compressed isothermally，如果它是 compressed isothermally， 代表外界在对它做功，但是它里面的能量不能变，所以外界提供它的能量到哪去了？传出去了，所以到哪去了？ heat sink。 好，所以在 process 2的时候，我是跟高温的热源取热，在 process 4的时候，我是把这个废热排到低温的热源去，所以这个复合的 KP statement 的这个要求，你跟两个 heat reservoir 交换 thermal reservoir 去交换能量，所以这样子可以构成一个 reversible cycle。 那如果我们把它画在一个图上面，这个图也是课本上的图，那我是一个 Carnot cycle， 我这边在讲的是 Carnot power cycle，那我现在讲的是一个 in a piston cylinder assembly kind of arrangement， 达到 Carnot cycle 的这个目的，所以我刚刚讲的那四个 process 呢就画在这个图上面，所以很清楚，process 1 to 2 adiabatically compression， 所以你不会有热的传递，不会有热的传递，那你基本上呢，因为你是 compression，你又没有热的传递，所以它的能量一定增加，温度一定上升。好，那再来是 isothermal expansion， 好，然后就是基本上就是你在 expand isothermal 温度不变，所以能量不变。那在 expansion 时消耗的能量从哪来？从外界环境给它，这是 hard reservoir 给它能量。好，再来玩的就是再来玩的是 adiabatic expansion，
expansion 进一步的 expansion， 在 expansion 的时候 ，expansion 的时候温度在进一步的降低，因为你消耗掉你的能量。那再来呢，要回到 state one， 所以你用的是这个 isothermal compression， 哈 ，isothermal compression， 这时候你的能量是进到我的系统里面 by work， 然后 transfer out by heat。好，所以就跟第二个 thermal reservoir 去交换能量。好，那如果你把它画在这个 PV diagram 上，它长的就是这个样子。好，有没有注意到它是顺时钟还是逆时钟？顺时钟，因为你是一个 power cycle， 你做的工，好，要比你对外做的工，要比外界对你做的工来得大，才会有工的输出。所以对外界在做工的时候必须是 high pressure， 因为 PDV P 必须是大的，你握出来的工才多。好，那如果是外界在对你在做工的时候，好，你必须是在 low pressure， 所以 low pressure compression 一定往左走， expansion 一定往右走，所以 pressure 大的要在上面，对不对？ pressure 大是在上面，要往右走。OK， pressure 小的是在下面，好，它往左走，所以就变成一个顺时钟，好，就变成一个顺时钟的一个方向，哈，一个 refrigeration cycle 正好反过来，哈，一个 refrigeration cycle 正好反过来，哈。